玉冕迎春庆祝新年，拉斯维加斯老字号餐馆兰香苑海鲜酒家举行祥狮献瑞，庆祝冕年的到来，并祈求冕年扬眉免气，远离疫情，风调雨顺，带来好彩头。当天上午，兰香苑老板 Kent 黄和老板娘兰姐一起在大门前首先为祥狮点情，大家共同祈福，欢度新年。由关强醒狮团先在兰香苑海鲜大酒家门前集结，一时锣鼓喧天，几头祥狮伴随锣鼓声活龙活现地穿梭在兰香苑海鲜大酒家大堂厨房进行串场。之后祥狮在餐厅内采青、吐财、送福，非常有趣。舞狮活动在上午进食时许圆满完成。